치료. 老师啊，什么方儿？你给我打电话了。小修被砸伤了，左腿出血很严重，我现在带去您那边行吗？你来我这儿不是耽误事儿啊？去急诊呢。他情况特殊，不能去医院。哎呀，先不和您解释了。总之，你有没有认识的私人医生啊？医生，腿伤，腿伤。请来这边稍等，谢谢。李宇啊，马上。Aichi 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